的呢，我蛋蛋呢？不要我揪。妈妈，我是冰蓝，帮你打针。帮我打针呀、啊？是的。那你心痛我没了？心痛妈妈，你就摸一下妈妈的手好吗？哎呦，好乖了，嗯，好乖。这还有个耳朵。嗯。这个是什么？妈妈，给你吃呀呀。我吃过了，要药了，宝贝。啊？掉到哪里去了？妈妈去采了，去太阳了。妈妈生病了，妈妈吐，妈妈再躺一下好不好？好吗？好不好？再躺一下下就起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刚刚又去碾米了，粉丝朋友要寄米，这是谷子，待会碾米回来。被谷子了。这是公公熏的腊肉，哇塞，哇好香，这个没多少，熏来是自己吃，过年，过年留着过年吃吧。但是好香啊！碾米回来啦，婆婆在搬，走开！嘿，快点起来，不要杠着奶奶。搬，你让一下，搬米好辛苦的。天哪，你奶奶搬不动了，搬不动了。点点当就想帮奶奶做事啊！啊，你鬼力气没有？放开，力气力气！碾了一三轮车的米回来，看一下。哇，这个米很好的，全都是思乡米啊，很远和长粒米。打开，给网友们看一下，这米我们是用小机子打的。哦，这个米。那打出来它有时候有一点这个小黑点是正常的，一点点啊，有点小黄米小黑米这种嘞，这种小黑米看到了吗？这种是正常的，它从机器里面自带出来的啊，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米没有经过任何加工，就是直接晒干就打出来，打出就是传统的机器打出来，打出来就直接可以淘米煮饭吃了啊。淘米的时候它那个淘米水很浑很白的，如果你们淘米的时候它那个水很清，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经过那个抛光打蜡，我们这个是没有经过抛光打蜡的，这个米啊这个就是天然的啊、哦、就是晒干就直接打出来，天然的这个啊，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的啊。叫啊，大声的叫叫啊，好冷了吗？好冷，快点。久不久还看到有一粒谷子，看这里，这是传统打米机打出来的。快点，快点叫爷爷，快点。那种小黑米也是正常的，顺带一点出来，有时候有一点。爸爸要采毛。小宝不要弄了，这米还有一点热气，刚打出来，还有点热气，很暖和，还有点热气。这个米好暖和呀。哦，好暖和呀。是的，这个米好吃呀。这个是盖菜。我拿来腌酸菜的，先给它晒干水啊，很便宜，我们这边买。这盖菜很大一颗啊，给它翻一翻，给它晒脸了再腌啊，腌酸菜。先把水烧开，烧开了再把那个。
个芥菜的无水无盐无油无盐无油的全部倒完，要没过这个酸菜才可以啊，水不够就再烧一点开水。小点糖花跟着我烤，今天好累。烧的蛮好的，我糖哦，有这哪没糖哎？嗯，那烧点糖嘿，加点糖进去。婆婆她说烧点炭给我们烤，今天桂林的温度有点低啊。哇，又下雨了今天。这一第二锅水我还在烧，要等一下才能烧开。好，现在我们拿这个黄金树的这个柴火啊，拿来给它铺平。黄金树很好的啊。都撒好过了，这个架子我得压了。现在用这个密封的尼龙袋，这样它就密封，麻袋就没有那么密封。我不好意思弄一个大鹅，再养大鹅。这个就这样。这几条弄到村，好不好的吃啊？吸起来。这怎么样？给它，再拿一块石磨压下去，这样。哦，对对对。拿这个，这个也行。有的。块石磨压的。可以了，七天就酸，到时候我再掀开给你们看啊，看那个色泽好不好啊，脆度各方面都可以看一下，七天以后我们再掀开了啊。朋友们，给你们看一下我腌的酸菜，这里有七天了，泡了有七天，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是不是很好，我已经煮了两颗来吃了，有点酸味了啊。看一下这个酸菜很好，那这种我们又没有放什么药物的东西，都是纯手工酸菜啊，就用开水烫它就酸了，这个叶子也很黄的好，我们都不用放什么东西的，这个叶子都黄得很好，看一下，而且它还有人性，没有说有腐烂的那种迹象啊，这种酸菜泡很久都可以泡，看这个根也是还很有人性的啊，很大一颗，这个酸菜不宜去翻了它就会坏，所以我就是拿了一颗给你们看，这个很大，看到吗，都是很黄的，好了，每一颗都黄得很好，看到了，看一下这颗也黄得很好，是不是也是很大一颗啊，是吧，这几颗都不错啊，这个树这种是那个黄金叶的树根，黄金树啊，这种黄金树很好的，山上砍来的，这个黄金树的这个叶子还可以治那个皮肤病的，知道的就是宝，不知道的就是草，都黄得很好了，这些酸菜这一颗也黄得很好，要给它泡在水里面去，哎呀，要泡着，不泡着它会坏掉，全部要泡下去，压下去，给它泡住，哎呀，这样子压下去，吃的时候再一颗一颗的拿就可以了。改天我炒一餐给你们看一下吧，色泽鲜黄，这种吃起来浓浓的一股芥菜的香味啊，这种酸菜味，哎呀，这个吃完了又再腌一盆吃一盆，七天就酸了的。好啦，家人们，这个酸菜的视频就拍到这，你们也可以像我这样子腌酸菜啊，你们有坛子的也可以用坛子，有不锈钢盆的也可以用不锈钢盆，玻璃坛都可以，像我呢这个盆也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个也不算说做很多，就是做一点来自己吃，下次我用一个坛子装也可以的。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